四季的时间为什么不一样长的呢？四季的时间不相等，完全是和地球离太阳的距离远近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，太阳在这个椭圆的焦点上面，当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时候，就会离太阳有时近有时远。所以当春季的时候，地球距离太阳较远的轨道上面运行，而太阳对它的引力比较少，它在轨道上面就运行得比较慢了，所以春季的时间就长一点。到了夏季的时候，地球离开太阳最远，太阳对它的引力最小，所以它行得最慢，夏季的时间就最长了。而到了秋季的时候，地球离太阳近，太阳对它的引力比较大一点，它的运行速度就比较快了，所以秋季就短一点。到了冬季，地球离太阳最近，太阳对它的引力最大，它就行得最快了，所以冬季的时间是最短的。